义诊对患者是福音，对医生来讲也是一款业务的精进。洪少峰真珍惜每一摆机会，因为伊知影医生的责任是得对每一位患者的健康负责。每一日，当伊穿了白大褂，并去太太围巾的医生红仔的边尖，名牌挂落去，就带着使命感开始一日的工作。其实，伊对中医这个职业的向往，早带伫中学时代就产生了。